这两个，这个怎么卖？这200块一份，200。它那个回去是用煎的吗？气炸锅也可以。炒韭菜花，有菜买起来。那是虾卷吗？啊，虾卷对。这包豆皮的不会散开的，包打不会回收的。黄鱼有。啊，请问这个怎么卖？那个一颗50块。你给我一个这个，然后给我一个，然后给我一个那个。至少我买2颗。我买那2颗。啊，这一份的。是。在哪里有？同一只这礼拜不会去大园哦，原本是今天要去大园，可是货不够去大园，所以要到下礼拜了。你可走。老板，你来一下。你很高。那蛇包鱿鱼2份。2份要。来，快点！要分开装啊，装一起。分开装了。好。还有一半吗？好。半条货。整包900块的，太熟了，那一半就好了。好。哎，小心！哦，这个脑袋切掉。对，有点冲。太多了。那你们想要多少？没有。要比一半100。好吗？你哪跟哪里去啊？哈？你哪跟哪里去啊？阿玲罢工了。我罢工几天了？两天了。对了。2片。大家那边吧，哎，两百，啊这，这两只300，还吃两百。
慢一点，要嗨一点。哦，我要记。用手害我，我用脚害。你当时生啥样出来啊？我带个位置，两个蒙起出来。包，现在帮我放。电话挂在那看。啊，有啥人在里边？时间未到。在弄啥活？哎呀。爷爷，请坐。钓时哦，钓时嘛不一定少。即几年，啊，有种山仔会，大家讲好重量管制，钓出来拢摕去做山仔干。好，洪斌刚扫货给你看的哈，啊，你要什么货，你可以直接问我，再看看有没有。看一下，啊，你有没得酸呀？哎呀，看我耶。漂亮，结婚啊？你要没结婚啊？就几条两串。捡起来啊！叫什么？哦，你看我，看他的。哦，对，沙发。这酸呀，这酸呀。哪个智障啊？还是都放大就好了。哪没捡酸而已啊？谁跟你啊？谁跟你啊？我告诉你，哎，好了。您两个卖肾啊？没有吃。一包多少？一百块两。哎，你回到后。没有，今天都这样而已。那你刚好半包五百块，哪里还会归包高板？这些吗？鱼皮还是鱼肉？好吃吗？早安，欢今天。技术早已早安。卢迪早。还有啊，各一包了，各一包。对，把肉嘞，把肉嘞，没有肉。鲨鱼。鲨鱼肉都可以吗？包八个。好吧，好，那就好了。好了，没事。我没讲，我没讲。留的虾饼，他的。留的虾饼。黄鱼啊。三尾，三尾，三尾，三尾。
不是明天才有吗？明天休息。明天他不想做啊。哦。因为你黄鱼吗？嗯。看鱼啊，哪一个？他大只啊。扔了没？回去要买五包啊。五包。没办法，这等于没买，我都没三包。三包会使，三包无遐济啊。无遐济啊，买少买遐多。我要加两包哦，我要加两包吗？我要加两包百个。这边哪边？这边三包买还是因爸啦，拢因爸咧卖。系啊，因爸拢卖。我分啊，我分做三台三包哦。好啦。分做三个。哎呀，我大概差不多伊拢有三包两包安尼。两包卖足久个呢。哦，五包吓。哎。啊，过来啥？鲍鱼。鲍鱼哦，要三包两包。啊。三包是两包，一包五十。你看要几粒？一百，哈，一百，两百，一百嘛，无要紧，个人啊，一百嘛，真袂啊，啊，一百块三，今仔较无人啊，哎，今阿爹嘞，即哦，三百哦，要三百多，我咧拢去招五百，阿你多少钱？他在哪里？哎，要两把，还是要一把？两把。哦，两把来。两把较济啦，一把三条尔。我不要去三条了，见。哦，来呀！啊。有呀，你提换成二开。是啊。什么？较头一个迄啥？迄叫啥？小娃娃机。剩六百。什么？有粤语啦，狗混狗好诶。一卡清洁是八十块。包啦，包。对，都收。因为现在还吃不下，先装起来。啊，我听啊。哎，我话你第一个想到底做工，无，结果来这有事。啊，这正来就无事啊啦。保证无事啦，我钱啊唔够，卖啦，是，哎，那我咧卖吼，有事袂甲人讲无事啦，迄种物件吼，迄种物件吼，我伊啊几包诶，几包诶，无事，几包诶，有当车有事，有当车无事，哎，我几排有咧，几排有啊，牛二两啊是认真，啊，被真空包装啊是迄牛二两就是这样。十二地较细地吧，十二地较细地，改包咧，好无？好啦，好啦。十二地，哎，伊十二地可能较细地啦。伊摕七十地，我摕六十地啦。是收感觉背重啊。啊，够算伊啊。他如果看看我皮肤这边。系啊，七地五百，很快。哈哈哈。两个币啊，你自己讲啊，够了。
适合自己。啊，今天够安静啊嘞！四十五。加油！我怕你错。什么？那谁报？五只呀。你要在公安那边。哇，只会出发。那几只鞋？其他拍无人。我画笔记啊，这段子我画。没在家嘞。拍多久了？刚收工。这个能出包了，这八十八，能包能包。不会，那边冰冷冻，那你要，对吧？他现在是现捞，还是冰冷冻？他现在在，大家不放这个，不要听话。今天无人，今天无人参观，有感冒。无啦，看大细只啦，哎，大细只啦，有当时啊炸个大只，有当时啊炸个细只。不来养了呗，一块十八，没不会有，不正好给他交了，卤味，收买多啊，两块，两块八，一盒一百，啊，无人看你看无注意，无人，哇，我多，你遐徛到徛久的，看有人会来无？你遐倒徛人，倒人数啊。我是先讲看嘞，讲我你要要歇过，哪紧嘞啊嘞？我想讲好啊，那地当大家拢起床会来啊，要过来啊。带今天去读书哦，哦，食久带上嘞，特别好哦。哎，食久呢？哎呀，还足久个啊！我想讲地当大家起床会出来啊，叫拢无。啊，都不得。啊，这算较俗个啦，喂。哎。哎。这算较俗个啦。准备一包。一个啊。我免较俗。但是我到。我到。决定，真正，买啊！哈哈哈！啊，你他是头先问人，啊，系系啊，啊，系啊，系啊，那里，系啊，系啊，看要买偌济啊，三百五百，你五百好啊，来，我过来。超过去它不会吵？不会啊，那只有人在养，所以它还蛮亲人的。我那边也有两只啊。看不起他老爸，每天都会来找我要跟要跟罐。他吃完就跑了。陈相，吃完他要吃虾子。他去哪里买虾？他说希望你回去再煮一下虾子。不对。我等到我去运动你等我接你到，等你再回来。在沙发了，对，沙发上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吃饭。我还没缴费。你一接你站你很快好不好？哪有？今天最后一天也选多了，对吧？很多很多了。大家都要赶快去转点数了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你看，这个是八刷鱼，哦，才能对。包两百，来这沙发。你给细点沙发了，好不？哈，细点上面沙发了。无我你来徛，你应该知啦。啊，你来徛遮好啊。我是徛咧看，看你听到咧看。五百块哈。大只一点。黑的卖了呢，这黑的大家拢爱买几包的。明仔载，明仔拜拜啊。拜菜碗。啊，这样那边。哎呦，三百五百。
放下来了。来来来，照你。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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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想吃泰国蟹，泰国虾子已经掉下去了，掉是高手，然后我这样，走，虾饼啊，虾饼，虾饼，虾饼多，因为我付钱了，你有虾干吗？没有，两组的，我大概四五组吧，好，那这种走掉，泰国蟹，我以前我还没开始钓鱼的时候是专门钓虾的。输的不简单，现在三角是750到800，没有那么贵，没有那么贵啊。那边的台中啊，台中一定比较贵啊，但台中的虾量应该比较好。我们那里虾超少的，人少就虾少，没有，就算人多虾也少。还有那边吗？珍珠班的吗？这么平啊？跟珍珠班的呀？珍珠十班呢？没有，今天超人很爱买贡丸。为什么？大超人很爱买贡丸。哪里？超人很爱买贡丸。哦，对啊。还有菜刀贵啊，这个小孩。哎。是吗？超强的。我觉得贡丸很好吃。你要什么？古城也是啊，古城也很爱贡丸啊。对啊，他们都很爱贡丸，还有鸡腿啊，嫩嫩煎也很爱。对，那比海瑞还好。请不要讲名字好不好？海叉，我怕被告。不会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又没有贬低他，什么东西比较好吃？对的，不要讲话说明。海瑞贡丸啊，先第一间啊。惊啥啦？哥们是哥，伊不是哥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小孩子跑了，不你呀、啊，我嘞，你盖的哎。哎，开几千吧啦，我用炒炒高山塔，煮麻啊，掺面啊，煮意大利面啊。啊，无啦。啊，人还袂到，你有炒啊？这个礼拜五土城没有，这个礼拜五土城没有。哦。你妈多久？我会下好不好？这种行不动的，你蛤蟆是？你蛤蟆会使清清的呗？会啊，蛤蟆。